富贵少爷，您又输了。嘿，一晚上都没开，记上吗？哎，多少？文成。 这一阵子，账欠了不少，字也练得大有长进。<笑>月下月楼，阴阳交着。 三四，哪样风流，哪样风流，嘴里强求。我说龙二，你这皮影班主怎么弄的？光惦着赢我钱了，这戏唱的比驴叫还难听，累了。 这白眼睛乱了，都唱了一夜了。要不福贵少爷，你给露两声，让他们开开眼。刘老板，哎呦，赌场生意好啊！常来常来，赏光赏光。<笑>黑沙姑娘酒。 账差不多了，福贵少爷，只要照老样子，再输一晚上，您的事儿就成了。你可别算错了。没错，这儿有账。福贵少爷起身了，从严号里伺候着。 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少爷坐好了呀。少爷您好。少爷您回来了。 你就这么胡折腾，局里这点家底儿，非得让你折腾光了，你还能干点什么？你说，除了那事儿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就不学点好，这王八蛋！没有老王八蛋，哪儿来的小王八蛋？我跟谁学好去啊？我就纳闷儿，这三院房怎么就剩这一院了？当年有名的徐大混蛋。
不是我。擦什么你？刚说我什么来着？喝粥，喝粥。娘，你擦完了，扶我爹进去吧。爹，爷爷又来骂你了。那是你爷爷唱歌呢。起来了。怎么了？别哭啊！这大清早上起来哭可伤胎气。你不是答应我，怀了孩子就不去赌了吗？没赌啊，我看见了。哎呀，有话说你哭什么？你不为你自己想，也得为肚里的孩子想吧。来擦擦啊！我可不像你爹，一擦就糊涂。那自己擦，自己擦啊！别哭了啊！别哭了。富贵儿，好话坏话我都说完了，你能不能就听我一次，别再去赌了？哎呀，这戒赌啊，跟戒大烟一样，咔嚓一下。你旗根断了，那就得出人命。咱得慢慢来。还慢慢来呀？凤霞一天天都大了，我这又怀上了，你就别折腾了。我什么都不图，就图跟你过个安生日子。嗯。富贵儿，你是要我们娘仨还是要赌？你给我句话。富贵少爷，这把您赢了。今儿晚上这手气要转，记上。哎，再来。哎，富贵少爷，少奶奶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富贵少爷，龙二爷说您今天要是有事儿，就改日再玩吧。别别别，让他等会儿，我这就过去。我下回不玩了，行吗？不玩不玩了。你先回，先回，先回。就这样啊，谢老板，麻烦您找辆车，把这少奶奶赶紧给送了。我这正，哎呦，您放心，受累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富贵少爷，您输了。再来，不过是少爷，来来来，快给少奶奶看座。不过你就听我一次，跟我回去吧。富贵少爷还是跟少奶奶回吧，咱们改日再玩。你看少奶奶都站这儿了，怎么回事？没完了你！你这不够丢人现眼吗？捣什么乱？走走走，出去！我这刚……来来来来，别理他，别理他，来。出去，滚远点行不行？出去！
再来。开啊！富贵少爷，您的账到头了，您不能再玩了，您都输光了。光了？什么光了？您抵押那房产折合市价都输给龙二了，您是一片瓦一寸地都没剩下。什么事儿啊？谢老板，富贵少爷的账该结了。账面上没错的话，我先告辞了。富贵少爷，您府上那院房连半间都没给您剩下，您千万别怪我狠心。我实在是太喜欢那院房了。是非是非，过两天府人见。哎哎哎哎，你不能迎了就走吧？啊，咱还没完呢。啊，接着来，接着来。啊，富贵少爷，真对不住了，您现在连本钱都没了，拿什么跟我玩啊？有什么话您就跟谢老板说。对不住了啊！哎哎，不行！哎，富贵少爷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富贵少爷，您这是……咱别管，再说，走，富贵少爷，再来，您先坐，您先坐，坐下，富贵少爷，嗨，坐下！你是什么？你别这害我，你！富贵少爷，哎，富贵少爷，坐，您坐。谢老板，不能完啊！我得跟他接着来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富贵少爷，您现在没本了。您拿什么做抵押呢？咱们这又不赊空账，我拿命跟他来。算了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命也就不值钱了。再说咱赌场也没这规矩。过两天，几位长者和证人到您府上去清账，咱也当着您家老爷子，咱把话说清楚。您要是有事儿，咱那时说，行吗？富贵少爷，少奶奶在这儿等你半天了。富贵，我在这儿等你，就想跟你说一句，我想明白了，你也改不了，我也不想跟你过了，我带凤霞走。这回我要能生个儿子，长大了不能像你这样。富贵少爷，请回吧。
三，七三，八三，七三。徐老爷子，这账没错吧？没错，这上头都是富贵他亲手签着字画的呀。龙儿，我们徐家这院房子能还得清富贵欠你的赌债吗？等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赌债也是债，自古以来没有欠债不还的道理。今天各位都在，那就照老规矩办吧。徐家这院房还了福贵的赌债，徐家龙儿从此两清啊，双方画押吧。我以为我能够死在这院里，富贵。这可是好东西，可不敢碰着啊！慢点，慢点！哎，慢点！都往门口挤什么？看着点，别把东西碰坏了。富贵少爷，我看老太太有病，得赶紧搬呐！啊！要不你先搬着，老太太我给你照顾两天，等你安顿好了再接过去。要不要我给你雇俩人？是家珍回来了。看你儿子，看像你不？
蒋家珍，蒋家珍，你起名了吗？起了，叫个不赌。啊。许不赌，再也不赌钱了。谁起的？我啊。不赌好，不赌好。我后来再没赌过，下辈子也不赌了。我知道，要不我也不会回来。家珍，儿子真叫不赌啊！我跟福贵说笑话了，叫个有庆。有庆好，有庆好，有庆好。家珍，你这一回来，咱这家可就全了。这一年多，你住在娘家，生有庆，我都知道。就是没脸去看你。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，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。这还是把娘的几件首饰卖了才租的这房，这人齐了吧，就显得小了点儿。改明吧，我把这房子收拾收拾，能过日子。你看娘今天精神好多了，这要不是你回来，平时连床都下不了。我跟我爹闹翻了，带回来钱也不多，先请人给娘看病吧。嗯，往后的日子再想办法。我先借点钱，对付着开个小铺。嗯，跟着我，你以后就得受罪了。不说这个，我就想着能跟你过个安生日子。哎呀，稀客稀客，福贵少爷，这一年多你是头一回上这儿来吧？不叫少爷，福贵福贵。你祖上这房盖的是真好，冬暖夏凉，真他娘的货真价实。有了这院房，皮影班主我不干。哎，你坐坐坐坐坐。我不赌了，免得日后跟你一样。不赌，咱不赌。我儿子就叫不赌。骂我？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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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有庆有庆。那个家珍带着儿子回来了。儿子想叫不赌，后来叫有庆，有庆，有庆。想来借点钱，在镇上开个小铺。哎呀，这自古以来都是救急不救穷啊。这样吧，我借你一样东西，实实在在的救你回穷。我当皮影班主的时候，从不跟人张口。这钱你得自个儿挣。你找几个帮手搭个班子，真是好东西。
雪镜象牙床上啊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人你有呀，哎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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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样子要打仗，怕是回不去了。嗯。都干什么呀？想跑啊？只要你跑，抓回来就毙。就算你跑成了，这方圆好几百里地都是队伍啊，还得抓你的丁啊。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老娘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保住命就不错。别说你们想跑，我要是不为找我兄弟啊，早就不穿这身光皮了我。一见汽车就没魂了。我要是能开上汽车，死都愿意。那是你，我可得活着回去。老婆孩子比什么都好。妈的，又是这个破箱子挡道！谁的？谁的？上了车。报告班长，那里头放着我的东西呢，留着吧。啊，扔严的，扔严的。不就是一箱子破皮影吗？扔了算了，兵荒马乱的。这是借人家的，还得还。以后还指着他养家呢。败如山倒哦。这什么声儿啊？白天那些个伤兵，冻的疼的呗。没人管啊？谁管谁呀？好几十万人都给围在这儿。哎呦，春生，真有你的啊！给，哪儿动啊？
死人身上扒他。哪儿的死人？那边伤兵冻死不少呢。哎，说说穿吧穿吧，这阵儿啊，活人比死人要紧。老钱，这还有酒呢。哎。可真是酒啊，在当官的身上摸下来的，啊！老全，我跟春生真有怨气，碰上你这么一好人，一路上照顾。出门在外，谁没个难处啊？再说咱们不是老乡吗？老全，老全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？哎，昨天晚上的酒把我脑袋都喝晕了，都。快看看怎么回事，人都没了。啊，都跑了，怎么都跑了？共军要冲锋了。啊？那咱们也跑吧。往哪儿跑啊？回家呀。回家。想回家就在这儿待着。你现在乱跑，到时候一冲锋，那枪子儿可不长眼。咱们呢，还是等着当共军的俘虏吧。俘虏了倒能回家了，还给你发路费。那就不能跑。对，想回家呀，这时候就不能乱跑。那人家不用枪打？不会，两只手举起来就行了，就。怎么举？就这么着。这样举就行了。嗯。嘿，可别随便往腰里摸啊！到时候你一摸腰，枪就打过来。共军优待俘虏，管吃管喝还发光洋，这事我经过过。没错，就那么举着就行了啊。不是还没冲锋呢吗？别老举着了。家里人都不知道，就这么死了。富贵，咱们可得活着回去啊！回去了可得好好活。老锤。打炮了，打炮了！这衣服昨天晚上你是从哪儿扒下来的？就在那堆伤兵里，一大片的都死了。这上面还有我兄弟的部队番号，还是一个连的。老全，你干嘛去？打炮呢。老全，你兄弟长什么样啊？跟我一个样。
老全，老全，老全，老全。老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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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凤霞，凤霞。
凤霞，我是你爹。干什么呢？你娘呢？家珍，家珍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杨林死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，算起来，那天我跟春生正给解放军唱戏，就算是给娘唱的吧。娘一直到死都没合上眼，一直盯着门口，说着你能回来。再怎么着，你也应该来个信儿啊！别说来信儿了，看见那么多死人，我都不敢想能活着回来。在外头，我老想着家里老的小的，你一个人怎么过呀？多亏政府照顾，帮着把娘入了土，又给了我一个送水的活儿。只是每天要早起，早上让水的人多。多送几趟，能多挣点钱。就是苦了凤霞跟有庆了，老是半夜爬起来，没睡过一个整觉。凤霞怎么就哑了呢？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回来又喊不着爹了。这就算命大了，整整七天，浑身烧得跟火一样。都说这孩子没救了，后来总算退了烧，可是说不成话了。佳佳，家珍，在这儿，你都在这儿。家珍，富贵回来了。富贵，这是咱们镇长牛镇长。哦，牛镇长，那是咱们这儿的干部。哎，坐坐。哎，听说你天不亮就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过来看看。哎，看看你有什么困难吧。您看。啊，你给咱们解放军当过民夫啊？是。那你是干了革命啊？也就是拉了大炮，唱唱戏什么的。那也是干革命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跟你在一块儿有个叫春生的，他怎么没回来？春生参加解放军开汽车去了，往南边走了。哟，哦，那一会儿半会儿回不来了啊。富贵，你这回回来的正好。过两天政府要开大会，公审龙二，你可得参加，受受教育。龙二怎么了？哎，还不因为你家那院房啊，给龙二定了个地主。嗯。啊。不光是因为他定地主的事儿。按政策，政府要分那院房。嗯。他不肯。嗯。
动手打了干部，还放火把那院房给烧了，这不成了反革命破坏啊？啊！把那院房给烧了，啊！烧了好几天好几夜。你们家的木头可真好。啊，不对，那不是我们家的木头，那是反革命的木头。哎，是反革命的木头。那当然了，你是你，他是他嘛。判决反动恶霸罗二死刑，验明正身，绑赴刑场，立即执行。齐天镇压反革命。死死的肯定是活不了了。那眼房要是不输给龙儿，这五枪打的就是我。啊，哎，咱们家定的什么成分？不是地主吧？地主不会吧？地主早输给龙儿了。你快想想到底是什么。不是地主就是个城镇老百姓。这还差不多。镇长不是还说我参加过革命吗？你找什么呢？我找那张革命的证明呢。啊，洗了？没洗，没洗，在这儿呢。有。还好，还好，快扛了。这可以收好了。你没记错吧？咱的成分是老百姓吗？没错，是老百姓，叫个城镇平民。平民好，平民好，什么都不如当老百姓。赶明儿个。我找个金矿，把这证明镶起来，挂墙上。挂挂。半天了，镇长，都准备好了。这些留下，炼钢工地还指望你们家送水呢。
人一见火就想喝水，这些拿走。来，镇长，你这锅都砸了，做不成饭，往后吃什么呀？你看，你看，往共产主义跑，还愁没单吃的？咱们镇上成立了集体大食堂了，往后你肚子饿了，只要你抬抬腿，往食堂门里跨，鱼啊肉啊，撑死咱们。不过你们家还有什么带铁的吗？没了，没了。那是木头箱子，这里还有铁。这里还有铁丝。这是铁算什么呀？哎，你这觉悟就不如你儿子高了。这怎么不是铁啊？这铁至少可以造两颗子弹，兴许解放台湾，打到最后就差这两颗子弹。哎，把这箱子跟皮影拆了。镇长，这炼钢工地上唱不唱戏啊？对，我给解放军唱过戏，他们听完我唱的戏，一天就供俩山头，两天就供四个山头。哎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！我见人家钢铁阵地上都是学生队扬鼓扬号的，咱们就唱皮影给大家鼓劲儿。别拆了，给他们留着吧。哎，对对对，不拆了，不拆了。走到下去。那不解放台湾了？哎，要解放，要解放，台湾是一定要解放。志气大呀，猪八戒都不如你。咱公社大食堂啊，有的是面，小孩吃。来，去你家佐料。小青，我帮你搅和搅和。吃这么多呀？还加这么多辣子？小庆，这么一大碗，吃不了给你垫啊。
胡哥说：“家人，你管管你们孩子好不好啊？”别这样，你老这么干嘛去？怎么回事？你还弄些辣子？这是这样了。我看他眼睛，我看眼睛。别不像话了。小孩照着，太不像话了，不要人命吗？弄什么辣子？哎，这小孩啊，算了，孩子干不出这种事儿，谁教的这？孩子打架，别把大人扯进去，别，那个我跟家珍都不知道，谁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？这事儿就是搞破坏，这是破坏大食堂，对，破坏大食堂，就是破坏大跃进。反正孩子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刘庆，看你干什么呢？这是，去给人道个歉，说做的不对。去，我叫你的听见没有？去不去？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让你不去，我让你去，混蛋！别动！打死他！别动！别拦着我！我打死他！快！你不去还你不去？行了！你怎么这么打孩子？人家说他搞破坏，不打行吗？他说破坏就破坏了，他是政府啊！你看你，拉都拉不住。我让他去道歉，他为什么不去？我就打他这不听话，给我惹事儿。你就是不能打，你就惯他吧。我怎么惯他了？我打他还不为这家，你知道吗？一点都不想。你再这么惯他，这家早晚得毁了。打他再给我惹事儿，我还打。你打，你现在就打给我看。刘星是你儿子还是捡回来的野种？你现在知道顾家了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刘星什么时候给你惹事儿了？那家孩子欺负凤霞，刘星还不是去护着他姐啊？我毁这个家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，日子过得是好是坏，我说过什么没有？凤霞跟人欺负了都说不出来，有情知道疼他姐，你还打他，哎，别给你留着啊。啊，有情吃饭啊，第二晚给你唱戏。有情不去。什么破戏？这就是啊，色戒鸳鸯酒，好酒好地我拿走。
珍，有庆呢？叫了，不来。再叫啊！就说爹让他来看戏，啊。有庆，你爹让你去看戏呢。去不去啊？嗯，不去。有庆不爱听爹唱戏啊？不爱。娘也不爱听他唱，看你爹那个得意的样子，再想个办法，让你爹唱不成戏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去给你爹送碗茶，把茶里边倒上醋，酸他一回，好不好？好。多倒点，酸死他！还加辣子？嗯。好，给你爹做碗酸辣汤。好听吧？咱们的钢铁卫星上天了，咱们到天上报喜去。大家都立功了，富贵家珍，你们又唱戏又送水，也立功了。今天食堂里头吃饺子进宫，每个饺子里头啊都包了一头猪。大家要放开吃，敞开吃，吃饱了接着干。15年赶上英国，超过美国。不在话下。好，咱们练的钢铁啊，能造3颗大炮弹，
都他娘的打到台湾去，一炮打在蒋介石的床上，一炮打在蒋介石的饭桌上，一炮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，让他睡不成觉，吃不成饭，还拉不成屎，咱们就解放台湾了。解放台湾。凤霞有庆，吃饺子了。睡起来再吃。什么事儿？老师叫去学校参加炼钢呢。今天区长来检查。啊，知道了，你们先去吧啊。你给有庆带几个饺子，我把他叫起来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几天都没睡个好觉了，让他睡吧。你没听说今儿区长要来吗？区长来怎么了？区长也得让人睡觉。这大炼钢你是全民动员，咱可不能落后。今天那么多人，镇长就表扬咱家。有庆得去，得去。有庆，有庆，醒醒啊！不睡了，不睡了啊！老师让去学校炼钢呢。啊，来，哎，起来，起来。嗨。同学都去了，小青可不敢不去啊，不能落后啊，回来再睡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小青，行行行行，十五个饺子够不够啊？行行，二十个吧，有钱多吃点。你得听话啊，你们醒醒，醒醒啊，嗯，你看娘，小青。醒醒，快到学校了。有庆到了学校啊，用开水把饺子泡热了再吃。一次泡不热呢，就泡两次。吃凉饺子肚子疼。有庆爱吃饺子吗？爱吃。爱吃肉吗？爱吃。那就好。有庆要是听爹的话呀，咱们的日子就越来越好。你看啊，咱们家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儿，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，鹅养大了就变成了羊，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了。牛以后呢？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了，就天天吃饺子，天天吃肉了。是福贵的儿子，是啊，区长是天黑以后到学校的，他开着吉普车向后一倒车，把学校院墙就给撞倒了，没想到徐有庆就在院墙后面睡着了，半院墙的砖都扣在了他身上，当时就不行了，区长也受伤了，现在在医院里面，他也是太累了，四五天没合眼。
天塌下来，咱们得顶住啊！啊，咱们得顶住啊！老天儿，兄弟在哪？兄弟在哪？有钱，怎么了？有钱，兄弟在哪？答应啊！爹来了，给爹吭一声有钱。有请叫爹，有请，他怎么这是？富贵，富贵，有请，有请，有请！拦住，拦住！快抬头，不能让他娘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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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抬头！我，别走啊，有请！娘来了，有请，有请！尤庆，娘上回给你带的饺子，你都没顾得上吃。这回娘又给你煮了新的饺子，还是20个。尤庆吃了20个饺子，就吃饱了。尤庆吃饱了，就好好睡，踏实睡。你从小到大就没睡过一个好觉，现在你就踏实睡吧。娘天天都来看你，刘青，娘对不起你，娘不该让你去学校。娘应该把你爹拦住，不该让你去学校。娘应该把你爹拦住，不该让你去学校。都是娘不好。娘要是把你爹拦住就好了，不该让你去学校，有请。有请，有请。去吧，来看你们了。是他把我儿子撞死的，他来干什么？你让他走，我们不要他的花钱。你让他走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把我儿子撞死。他已经来了。你让他走。你，富贵，嫂子，我是春生。
刚掉到这儿，还没顾上来看你。富贵，怎么会是你的儿子呢？你就是区长，我儿子是你撞死的。我就一个儿子，春生。我就一个儿子，你知道我就一个儿子，还让你给撞死了。你开什么车？你开的什么车？富贵，富贵，干什么？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区长心里头也不好受。富贵，我对不起你。这个，你先拿着。这是200元钱，你看还能为友庆做点什么吗？谁要你的钱？你还我儿子！你还我儿子！友庆是你害死的，你还我儿子！家珍，你走，你走！你记住，你欠我们家一条命，友庆是你害死的，你欠我们家一条命，你记住。永清是你害死的，你记着，你走，你现在走。区长，嫂子，区长，我看你还是先走吧，先走，嫂子，我回去吧。嫂子，你走，快走吧，先走吧，回吧。好，富贵，嫂子，我走，我欠你们家一条命。我记着。小姑娘胆子可不小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风翔，想干什么你？你个小丫头，你胆子可不小，我收拾你！干什么你？他把车玻璃砸坏了，上来就拿石头砸玻璃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。你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他还得砸！你让他砸！这玻璃都砸坏了，这车你还坐不坐了？不坐了！吃饭，哎，来镇长，哎，你们吃吧，吃吧。我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就坐这儿。啊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啊。富贵啊，你那箱皮影啊，还是烧了吧。那东西全镇上人都见过，留不住。我跟家人商量，能不能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皮影宣传队，让这旧东西也发挥点新作用。哎，你没看你那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？都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，这是典型的四旧。你看上面社论都下来了，越旧东西越反动。你看，烧吧，烧吧。听毛主席的话。家珍一看见这个就想起友庆了，
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烧吧，你们家烧完了，我还到下家去呢。凤霞，凤霞，去把你们家火盆拿来，烧。留不住了，烧。富贵啊，哎，春生跟我提过好几次了，想给你安排个好点工作，你考虑怎么样？还是送水吧，家珍身体不太好，在一块儿还能互相照顾。那就以后再说吧。哎，家珍啊，啊，凤霞的事儿有眉目了。我跟你说，小声点，先别让凤霞知道。凤霞的这门亲事要成了。哦，这人叫万二喜，在县城里头是拿工资的工人，人家在厂里头大小也是个组织的头头，他答应来看看。那个条件这么好，能看上我们凤霞吗？他也有点小毛病，腿有点瘸。哦，瘸得厉害不？走路爱不碍事？走路不碍事，急了也能跑。哦，急了能跑。哎，那是不是先天的？不是，工伤。嗯，人现在还拿津贴呢。哎，那就让人家到家里来坐坐，让凤霞也看看。嗯，你们给凤霞找婆家的事儿，她同意吧？嗯，跟她提过，她不反对，就是舍不得我跟他爹。富贵，富贵，万二喜同志来了。来了，富贵来了。好，这是万二喜同志。好，好，好。这凤霞爹，这凤霞娘。好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屋里坐吧。大娘坐。喝水吧。万二喜同志是东风机械厂的工人，他爷爷、他爹和他三代都是工人，响当当的工人阶级。我们凤霞他爹当年也是干过革命的，成分没有问题，但是那年解放军开的证明。好，好。哎，凤霞呢？哦，凤霞，凤霞，这是万二喜同志，这是徐凤霞同志。我走吧。哎，吃了饭再走吧，都准备好了。不了不了，那就吃了饭再走吧。吃了再走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那我们走了。啊，腿瘸的不厉害，人看着也老实，我看成了。不知道人能不能看上咱凤霞，
我看他就瞥咱凤霞一眼，连饭都没吃就走了。看不上再找呗，那咱俩说也没用，得看凤霞愿意不愿意。我看凤霞愿意，这回跟上几回都不一样。你去问问镇长，问问对方同意不？啊！不怕敌人，快速发展，再接再厉。这位是夏座，行吧？这不还是同志？戴贵，哎，富贵，富贵，你们家出事了，一帮的造反派正抽你们家呢。啊！我刚才进去看了一眼，他们正搭梯子上房拆你们家房呢。哪儿的造反派啊？不知道，领头的是个瘸子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。哎，啊，瘸子，那就是万二喜啊。他看不上咱凤霞，也不能拆咱房啊。那现在什么事儿没有啊？没听镇长说他是个组织头头。哎，那赶快回去看看吧。哎，好嘞。再赶紧回去吧，凤霞还在家呢。啊，拿着，拿着，看，老革命，实际上。忙着呢，我带着厂里几位同志，把屋里外都收拾了一下，房上的旧瓦也换了，要不怕下雨漏着。院里墙呢也都粉刷了一遍，画上了主席像。凤霞跟我们一起干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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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们回来了，那我们就走了，活儿都干完了。哎，别走，进屋歇会儿再走。啊，吃着饭再走吧。啊，咱们该走了。哦，好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呀，到屋里坐会儿，坐会儿啊。哎，不了，不了，不了，歇会儿吧。啊，这都是二喜画的。哦，哎，是好。哎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，好好好好好。我们二喜啊，手巧着呢。哦，工厂里边上上下下几百个主席像，那都是他画的。都他画的。你看都弄脏了，打点水洗洗吧。啊，哎，不了不了，工厂大澡堂子一泡全干净了。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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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走了走了，不不不，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没事没事，有时间再来坐。哎，好好好。我跟凤霞的事儿，二老还有什么意见？我没意见，你们俩愿意就行。没意见。要是这样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办？这什么时候都行，你定。啊，二喜啊，凤霞从小就命苦，你要是不做难的话呢，娶凤霞那天多叫点人热闹热闹，也让凤霞高兴高兴啊。好，二喜同志跟席凤霞同志结婚大喜的幸福日子，咱们翻身不忘共产党，幸福不忘毛主席。来，咱们唱歌。
怎么了你？今天这日子不能哭。你看外边这么多人给咱凤霞唱歌，凤霞一句也唱不成。这么大声，凤霞听得见，听得见就好。该照相了吧？啊，来照相照相，来来来，我去取照他们。那个毛主席语录放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好，全来了，全来了，全来了，哎，全来了。给毛主席敬礼。对，敬礼。来，来，来。毛主席大老人家，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。照相，照相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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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爹娘，我把凤霞接走了，我会好好带她一辈子。好。春生，富贵，嫂子，凤霞今天结婚，我来祝贺祝贺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来半天了，刚才看见人多，挺热闹，就没进来。屋里坐吧，啊，家珍，沏壶茶。家珍，茶怎么还没沏好啊？春生都坐了半天了。我这不正烧水呢吗？你待会儿就过去坐坐，啊，别像前几回那样不理人家。等水烧好了，赶紧沏茶啊。这不有水吗？春生今天可是为了凤霞的喜日子来的，你好歹得见一面。家珍，这事儿总得过去吧。今天咱照了全家福，就少有庆了。富贵，嫂子，我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水好了。不了不了，嫂子，我知道你还是不想见我。我把礼物留这儿了，我就走了。水好了，喝口水，我走吧。啊，你看你水也没喝，回去吧，回去。谢谢。你把礼给他退回去，他的东西咱不要。啊？这是毛主席。
哎哎哎，快进屋，快进屋。凤霞回来啦。冷不？哎，我看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。娘，你的病不要紧吧？不要紧，好着呢。你们俩一来，你娘就好了。还没吃饭吧？我去做饭，我去做饭啊。娘，做饭。爹，今儿个你们都别动。来，爹，抬桌子。啊，抬桌子。哟，今天什么日子还买酒啊？爹，娘。爹，娘，凤霞有了。我说怎么叫喝酒呢？真有了。真的，今天啊刚到医院检查了，大夫说啊秋天生。哦，凤霞要当娘了。凤霞，你要当娘了。爹娘，来喝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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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酒。哎，来来。二喜啊，你们今天去医院，大夫说凤霞身体怎么样啊？大夫说她身体特别好。哦，那也不能大意啊。你家里没有老人。凤霞坐月子的时候，还是回咱家来啊。嗯，你这会儿再忙啊，也得多陪陪凤霞。好。我当年怀凤霞的时候啊，你爹他天天都不着家。爹那时候挺忙的哈。忙。不提当年了哈。爹没什么出息，你们呢是赶上好时代了。那凤霞的孩子长大了，时代就更好，啊，二喜，哎，喝酒，哎，多吃点儿。哎，对了，上次相片我装好了。哟，照的真好，多少年都没照相了。照的好，照的好，好。凤霞。二喜啊，哎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每年都给他照一回。嗯，凤霞小的时候都没个照片。好。凤霞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每年给他照一回啊。啊。啊。爹，我昨天见春生了。哦，见春生了啊。嗯，春生被揪出来了，他是走私派。昨天开了他的批判大会了，爹，咱可得跟他划清界限啊。那当然，一直有界限，一直有界限。这多少年了也没好好理过他，是吧？富贵，富贵，谁呀？我是春生啊。谁？春生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出来一下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我就几句话，说了就走。什么事儿啊，富贵？
有庆的事儿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。这么多年，我送过好几次钱，你和嫂子都没收。这张存折，今天你无论如何要收下，啊！你半夜跑来就为这事儿？我就为这事儿。这事儿了了，我就踏实了。我这辈子就不欠什么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我老婆昨天自杀了。自杀了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人呢？不知道。我就接了个通知。你可别想不开啊，春生。这时候你千万可别胡思乱想，啊！再怎么着你也得忍着，你可不能再走这条路了，啊！富贵，我不想活了。你不想活也得活。咱俩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活下来不容易，啊！你知道吗？这钱就算我和你嫂子收下了，啊，收下了，先搁在你这儿，日子还长着呢，啊。我知道你现在是不好受，可是不管怎么着，你也得熬着，也得受着。我就怕我受不了了。春生，外边冷，进屋说吧。哎，对，进屋说啊。嫂子，就不进去了。我是偷着出来一趟，还要赶紧回去呢。我们家一条命呢，你得好好活着。正常。嫂子在吧？在，在。怎么，给我送公鸡蛋来了？凤霞要生了，我们来谢谢你这个大媒人。凤霞都要生孩子了，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啊！二喜稍后来了，人啊现在正在县医院呢，说是就要生了，让我们过去。太好了，咱们又多了个小工人姐姐啊！哎，不喝水了，我们这就过去。哎，等凤霞生了孩子。我们一块儿来看你啊！那也好，不坐了，不坐了，不坐了。没事，走吧，走吧，没事。镇长，嫂子哭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以后你们别再叫我镇长了。他们说我是镇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。明天还去学习班交代问题呢，让您去交代问题，怎么都成走资派了？这么多年谁都知道你啊！相信群众，相信党嘛。反正我是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的。他们让你去了，你还能回来吗？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去吧，你们去看凤霞吧，去，去看凤霞。嗯。镇长，您把心放宽，多保重。回头凤霞出院了，一块儿来看您啊。好好，给凤霞带个信儿，让她好好生，给她生个革命接班人。没事儿，刚才啊都检查了，一切正常。
人家说凤霞身体特别好，没有问题。那医生说什么时候生啊？医院说她宫缩正常，还得等几个小时。啊，凤霞，别紧张，一点都不疼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吸气，使劲儿。使劲的时候啊，咬一块毛巾啊。毛巾。咬着这个，哎，别把牙咬坏了。大夫说怎么着你就怎么做，很快一使劲就全好了。哎，啊，就听你娘的啊，使劲儿，一使劲儿啊就全好了。使什么劲儿？还早着呢，现在使什么劲儿？大声嚷嚷什么？都出去，都出去，家属都出去，到走廊那头等着去。好好好，我们出去，我们出去。又给你添麻烦了，没事，应该的。来来，坐，你坐，你坐，你们坐，你们坐，坐，你坐，坐。来，我们上那边坐，坐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。我看这些人都这么年轻，都是些护士吧？刚才谁给凤霞检查的？就是他们。你没见着大夫？没有。那你得去问问大夫在哪儿，咱得给凤霞找个好大夫啊。对，哪儿找大夫呀？都关牛棚了。这儿早被护士学校的护士所占了，夺全了。没大夫。哎，同志，你们妇产科有没有大夫？我们就是啊。我是说老一点的。哦，老的那都是反动学术权威，都被打倒了。你放心，你爱人的情况很好，有我们在没问题。二喜啊，哎，我还是不放心。咱凤霞是个哑巴，跟别人不一样啊。你说这些年轻人能行吗？得想办法找一老大夫来啊，哪怕他在那待着没用呢，咱心里也踏实。哎，这得从牛棚里带一个人出来。我想想办法。就是这个王斌，当年在这所医院里污蔑我们工人阶级的妻子生理有缺陷，不能生育。是个人，孰不可忍？今天我们把他揪来，就是要用铁的事实来教育他，批判他，让他看着我们工人阶级生孩子，让他看着我们红色江山后继有人。还是工人阶级觉悟高。王斌，在这里只许你老老实实，不许你乱说乱动。是是是，不乱说乱动。爹，娘，这就是妇产科的王教授，这是他头一把手。王大夫，您别害怕。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编的，今天啊不是批斗你，是因为我老婆要生孩子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您给帮个忙。哎，还是带着好，带着，带着。哎，你过去问问。Thank you.
没事，没事，饿的，他们三天没给他饭吃，我上街给他买点馒头去。二许他们呢？我让他们去吃饭了。哦，凤霞怎么样？大夫说挺好的，没事。你吃不吃？我不饿，先给王大夫吃吧。王大夫，吃馒头。您慢慢吃，不着急啊，多着呢。你说咱凤霞生孩子，不会是哑巴吧？不会，凤霞又不是天生聋哑。那会不会是瘸子？镇长不是说了吗？二喜是工伤，不会遗传。嗯，你别胡思乱想，您说这不吉利的话。有这功夫，还不如给孩子想个什么名字呢。啊，那你说起个什么名儿？叫不读。说笑话呢，你说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儿？嗯，叫馒头。你看见馒头，顺嘴就叫个馒头，那哪是人名啊？哎，这是有讲头的。你看见猫啊、狗啊、馒头啊，都不是人名。不是人名就上不了人名册，上不了人名册啊，这阎王小鬼勾人命的时候啊，找不着人名，孩子的命就保住了。老一辈人都这么说。那就叫馒头。咱们现在啊，给他起个小名，等孩子长大上学了，官名他爹起，啊。男孩七斤二两，生了。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就生了？不是跟你们说没问题吗？哎，同志，我女儿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母子平安。啊，那孩子胳膊腿都还好吧？好着呢。让我们进去看一眼行吧？那可不行，感染了怎么办？你就把这个门帘撩个缝，我们就看一眼。哎，求求你们，小同志，就看一眼。啊，那好吧。哎。在里头呢，在呢，在呢。进来看看。哎，不能进。他大夫，让我进去看看。我是他爹。谁的爹也不行，都这么看没完了。啊，你们啊，在外边等一等，我们处理完了，很快就出院，回家以后再好好看啊。哎，好好好，那回去再好好看。哎，回去。哎，二喜，二喜，怎么？哎，是男孩吗？哎，是男孩，是男孩。七斤二两呢。哎呦，太好了。孩子怎么样？大人孩子多好。哎呀，那哎呀，二喜，你可真有福气。是，当年我那个儿子啊。出生的时候才五斤多呢，你这七斤二两就可以了。哎，你们两个先到厂里去，弄辆车来。对，等会儿凤霞就该出院了。好，对，先走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二喜啊，哎，大人孩子都没事儿啊，就把人王大夫送回去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没看怎么了？
买了7个馒头，他都吃了。都吃了，那是噎着了，赶紧弄点水顺顺。刚才好，那你们俩先去弄车去啊。哎，这儿没事儿。好。水来，喝点水，小心烫着。喝点水就好了。没事。怎么吃成这样？油棚里饿的，我给他买的馒头吃太急了。慢慢喝，慢慢喝，没事。没事。快来啊！产妇大出血，止都止不住，大出血止不住了，怎么办啊？止不住了，快来啊！快来，快来！这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快想办法！这到底该怎么办？你慌什么？赶快想办法呀！我们这学生，我没处理过，我不会呀、啊！我们这学生，我不会。你王大夫行不行？把他给叫来。啊，对对对，王大夫行，他是教授，他会，他一定会。王大夫是教授，王大夫会。走走走，快跑！王大夫叫。王大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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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大夫怎么了？怎么一下成这样了？坏了，他吃了7个馒头，撑着了。怎么给他吃这么多？行行，不知道啊，一下没看见他就全吃了。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，刚才喝水的时候他已经好了。他吃多了不能喝水，不能喝水。先不管，先给他拉回去，拉回去。走走。老爷，你又把车放歪了。又放歪了，哎，老爷正管。你先把药给姥姥送去。姥姥，给你买的药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馒头今天听话不？听话。今天我都送了10壶水了。哟，馒头越来越能干了，都能送10壶水了。今天药吃了吧？吃了，吃了。我收拾做饭去。馒头，嗯，跟老爷做饭去啊？还是烧火？哎，
馒头还是烧火，老爷还是下面，啊。福贵啊，这几天我想去凤霞的坟上看看，再把馒头今年的新相片也拿上，让凤霞看一眼。馒头又长了一岁。行，我给二喜捎个话。啊。馒头。哎。把小鸡拿好啊。对。我说待会儿再买吧，你非要现在买。你看，这得拿一路吧。拿好喽，别掉了啊。馒头高兴了吧？老爷，小鸡住哪儿？小鸡住哪儿？等回去，老爷给小鸡找个住的地方。有幸吃饺子，凤霞看相片。馒头，有庆是谁啊？舅舅。那凤霞呢？娘。馒头都记得。姥姥，凤霞干这么多相片呀？哎，这还是没生你的时候啊。姥姥跟你娘说好的，一年给你照一回相片。哎呀，想起来那时候我要给王大夫少买几个馒头就没事了。王大夫准能把那凤霞救活了，他是教授。你爹啊，他一到这儿来就唠叨。让爹说吧。要不就别给他喝水。听人家说，一喝水，一个馒头在肚子里就胀成七个。王大夫吃了七个馒头，七七就是49个，你说这么一大堆，他能不出事儿吗？哎，二喜啊，哎，那个王大夫，他现在还是光吃米饭不吃馒头啊？不光是不吃馒头，世面都不吃了。那米可比面贵。那每月的花费就大了。去做饭了，一块做。不了，今儿都累了，你们就歇着吧。我来，快。馒头，好好玩着啊，别淘气。老爷，哎，小鸡放哪儿？哦，小鸡放哪儿？老爷不想想啊。箱子比盒子大，是不是？小鸡在里边啊，就跑得开了。一跑开了呢，就吃的就多了。吃的多呢，小鸡呀，哎呀，就长得快了。老爷，小鸡什么时候长大呀？小鸡很快就长大了。长大以后呢？长大以后啊，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，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，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。牛以后呢？牛以后，牛以后啊，馒头就长大了。我要骑在牛背上。对，馒头就骑在牛背上。馒头长大就不骑牛了，就坐火车，坐飞机。那时候啊，日子就越来越好。